亲爱的同学们，在这 AI 科技一日千里的时代，你不想把握它的脉搏吗？你不想了解它的奥秘吗？快来看看 AI 在大前吧！这套面向青少年的网课，将使你在跨入大学校门之前进入 AI 大世界。它将向你隶属如影随形、触手可得的小爱，展示神奇炸裂、无所不能的大模型。它也将为你解读 AI 背后的数学函数和概率奇迹，剖析机器人眼耳身手中的物理原理。他还将为你介绍 AI 新潮流中的具生智能，描绘 AI for Science 的美妙前景。他将启迪你的理性，为在大学学好 AI 筑牢根基，也将点燃你的激情，为在将来成为 AI 大咖埋下种子。要问这套网课出自谁人之手？有诗答曰 ：“AI 在大前，地义不平凡，令其成真品，老师岂等闲？”他们全部来自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。下面就请你在 AI 在大前课程制作的工作例会上认识一下他们吧。这周你已经全赢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没做出20分钟。对，由于呈现的概率，其他的知识广度没有概率。实际上是一种在时间与速度上进行衔接。是这个适合加速看。对，2倍速一点我觉得快。这个字体可以最后一块调，是字号吧？陈光老师，主讲男一号，将在大模型和具身智能两个模块中倾力演出。少年时的志愿是当演员，因学习成绩突出，不慎做了理工男，坐拥80多万粉丝的 AI 领域当红博主，人民网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 AI 大课的特邀主持人。乔媛媛老师，主讲女一号，将在 AI 大世界的模块中展现真容。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课程负责人，学校青年组百米决赛运动员，人民网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 AI 大课的特邀主讲嘉宾。徐悦然老师，主讲 AI 中的数学函数，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课程负责人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CS Rankings 学术指数最高的北邮人，柔声细语，温文尔雅，学生缘极佳。周瑞希老师，主讲 AI 中的数学表示，团队中最年轻的主讲老师，海外归国博士，在智能医学图像领域造诣颇丰，来自重庆的淑女，笑容中透着智慧。李斯老师，主讲 AI 中的概率奇迹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一直学在北邮，多模态智能信息处理学术水平十分了得，耐心细致，低调务实，平和中饱含热情，妥妥的北邮土著性格。陈科良老师，主讲数字人中的物理学，帅小伙的艺术气质与陈光老师可有一比，说起话来激情四射，开发的数字人教学系统让贵州大山里孩子的普通话学习趣味横生。郭亨老师，主讲机器人触觉中的物理学，从事的三维视觉成像研究堪称 AI 领域中的硬科技，活泼的画风是他的鲜明个性，讲述的触觉和机器人是当代具身智能研究的热点。吴明老师，主讲 AI for Science， 是最早从事 AI for Science 研究的学者之一，指导学生开发基于大模型的气象预测算法，获首届世界科学智能大赛1等奖，积极进取，勇于担当是他的品格。杨杰老师， AI 在大前的组织者，将信息论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研究别具特色，学院党委书记，知人善任地组织了网课制作团队，务实高效地推动了制作进度，和蔼谦虚，笑声朗朗，永远能使工作充满欢乐。张闯老师， AI 在大前的首倡者，在研究学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方案时脑洞大开，想到对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但尚未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学习 AI 的网课，既能填补那段时间的空档，又能为入学后的学习奠定基础，石破天惊的一句话立刻激发了整个团队的激情，他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思考、想法多多的人。郭军老师， AI 在大前的设计者，国际知名学者，拥有30多年 AI 研究和教学经验，国内最早从事 AI 通识教育的团队带头人，起了 AI 在大前的名字，设计了它的模块结构和主要内容，以总导演身份主导了网课制作工作。生也有涯，学也无涯，学习是他最大的乐趣，桃李芬芳，人才辈出，学生是他最大的骄傲。亲爱的同学，这样的团队倾力奉献的 AI 在大前，你不想看一看吗？ AI 在大前，好。